壳这个案子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吗？好，都不说话。我出方案的时候，都别给我提意见。我有。说。我觉得豆可奶茶和我们之前的客户都不一样，我们的设计啊，一定要跟得上他们的定位，要高级，有格调。怎么个有格调？华丽呀，给他们呈现一个洛可可风格的设计。太华丽容易喧宾夺主。要我说，我们不如搞一个人海战术，就找1000个高中生，每个人手里拿一杯豆可奶茶，坐在操场上。这样不太高级吧，和菜市场似的。你们觉得呢？谁是首席？不是你要我们提意见的吗？我让你提意见，让你提这么抽象的意见了吗？别李首席，刘首席，都挺好的，创意嘛，不分对错。只是咱们最好能出一个项目预算可以执行的方案，推行一下。你站这儿干嘛呢？水煮鱼项目做完了吗？李首席，我是想来学习学习。张老板一会儿就来了，别给我出岔子。哦，赶紧去。小何，你有什么想法说一说吧。啊，创意这方面我没什么意见，我就是一拍照，是吧？就按照我说的方案做。散会。好娘啊！挺贴心的嘛。辣的，不愧是他。南哥，吃饭呢？这么香啊！南哥，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爱心便当？哎，什么情况呀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什么乱七八糟的病号餐。南哥，我觉得你啊有事情瞒着我。你说这个到底是谁做的？还记得我对门吗？昨天帮他了个忙。哦，就是那个租户啊。这不是只有在偶像剧集里面才能出现的情节吗？我也想吃。你想什么呢？哟，李总，吃上了。嗯，头上怎么了？挺别致的啊。有事吗？我看你啊，状态挺好的。那个设计稿完成的不错吧？期待你们设计部的大作。我们设计部啊，一点都不着急，倒是你们市场部啊，抓着紧啊。哦，对了，给李总加个菜。我设计部的同事在网上找了一些东西，你们俩回头看一下，说不定有惊喜啊。走了。这还没怎么样呢，嚣张什么呀？哎，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走吧。看看他葫芦里卖什么药。成哥，那水煮鱼设计怎么样了？没问题了。嗯，你知道这怎么查吗？好了，那这边可以吗？嗯。哎，有了有了。准备好了？成哥，我有点紧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可以了。哎呦，人来了。怎么了？
什么？丢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爸爸，你先去。怎么了这是？老张，怎么了？你去问问你们的新来的设计师啊。你那个设计师设计的东西还给丢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咱们不合作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别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老张，记着把钱给我退了，听没听见？你这广告我不做了。别呀，别，你这怎么了？您什么东西啊？设计部现在实习生就这样的水平吗？还敢给我们来看，真的是！为什么追我？我要烤鸡腿。抄袭的也太明显了吧？对呀、啊。爸爸艾德，难道我们南哥的不败神话要栽在爸爸艾德手里了？天宇，你去吃饭吧。哎呀，李首席，你别来来回回转圈的，我就迷糊。张老板是咱们公司这个月唯一的客户，他要是走了，我看你拿什么发工资？总会有办法的。李首席，你先别生气，我现在就去想办法解决。解决？你拿什么解决？你怎么解决？呀，谁还不犯点小错误了？没事，你先工作去，小叶。他这是小错误吗？这么大个人了，工作 U 盘都能弄丢，万一里面要是有什么重要的商业资料，咱们整个公司都得完蛋。李首席，我真的特别对不起，我保证，我保证以后我再也不会犯。没有以后，咱们公司小，养不起闲人，反正我设计部是收不起你这样的人才。严重的，严重的，你消消气儿。你好不容易招个实习生，这哪是实习生啊？这不就是定时炸弹吗？嗯，不像定时炸弹，小气儿啊。他不走是吧？行，今天他不走，我走。哎，我去劝他，你想想办法。成哥，我这次是不是真的完了？嗯，走之前记得把欠我那顿饭请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开我玩笑了。看来我这次真的得丢工作了。你就一点都想不起来早上把 U 盘放哪儿了吗？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就放在包里的。那你来的路上都做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早上蹭我邻居的车，有可能那个时候落他车上了。去，是吧？哎，他那个设计你们看了吗？看了。什么小狮子？我看跟个野猫似的，就这种水平，在咱们设计部啊，只配打扫卫生，对不对？还想跟我们竞争？想什么呢？想做梦去吧。怎么了，李思南，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。我好像把 U 盘落在你车上了。U 盘？对对对，一个银色的。你现在有空吗？我去找你一趟。啊，我现在有事儿。那个，等到晚上我给你吧。就耽误你5分钟，我求求你了，真的很着急。行，那我就等你半个小时。一会儿给你发地址，你过来找我吧。好，没问题。不是说好半个小时吗？不好意思，路上实在是有点堵。走吧。
袋怎么没有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今天上午让同事把车拿去洗了，可能那会儿被清理掉了吧。你 U 盘里面是什么呀？我熬夜做的方案，本来今天要给甲方的，可是到展示的时候我才发现 U 盘没了，甲方一生气就不想跟我们合作了。如果我今天拉不回甲方，就要被开除了。不亏啊，因为你的个人原因给公司造成了损失，开除你确实不亏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绝对不会把资料只放在一个 U 盘里面，而且不做任何备份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绝对不会把它弄丢的。你说的对，是我的问题。我还有工作，先走了。